要考试加油。哎、欸，奇怪，为什么有会员 ID 不是绿色的啊？这画面怎么回事？有人说钻石很好挖，可是我每次挖，因为下午看他，哎、欸，下午看他自己挖，他只挖一个这样的洞窟哦，就挖了两组的钻石。而、啊、我嘞，我从下午哈基开始挖的时候也跟着挖。就我挖到现在，我原本不到一组的绿宝石，已经快十组了。但是我的钻石还是很惨，然后我的等级满等了，因为昨天我在打猪人，打到神，哎、欸，猪人真的好好练哦。好啦，给大家看。十组绿宝石，只有四组多的钻石。我原本七十几个，然后这个原本根本不到一组，然后突然他已经十组了，啊，好惨哦！哈基运气怎么那么好？好了，我应该是挂在这边，然后离线，去亲宝宝。啊啊！你这是找矿物的天赋点错了，对，提早，对啊，提早怎么了吗？不行吗？啊，丢掉了，丢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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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开日麻啦！因为要边吃东西呀、啊，也不知道干嘛。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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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哦，日麻出新角色啊，出新皮肤，然后光遇，新年也要花钱哦。我都要花钱，钱怎么那么难赚？快吐了！今天数学 A 严重恶心到我，我数学 A。啊，你还没放寒假哦？啊，我开错游戏了，白痴哦！要冻死大了啊！开到 Don't Start Together，拉拉，这个是那个拉拉吗？你是龟龟那个拉拉吗？今天学测第一天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认识新人来了，隔壁有新人哦，我看一下，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るとはいえ、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有学长诶、欸，很不玩。哦，不是哦，不是就好了，没事没事没事。太后面了吧？多久没开了？打多久的日麻？看你、欸，至少也是2小时啦。没意外的话啦，
有意外的话，那就提早关台。我为什么要吃？我为什么要吃？东西是看不到内裤，但尾巴会动、欸，没关系啊，老婆会动就好了。哎、欸，好不习惯聊会，哎、欸，你们看会员有蓝绿色的吗？都是灰的，对不对？我看好不习惯哦，好不习惯哦。反星不可爱，因为这是布布啊，因为这是繁星，看到没有？然后这是布布可爱。电脑是绿的，哦，我电脑是灰的，哎，你看看我有狗，看不到了。我也是用电脑看呢，我重整一下。还是灰的，你看我糊了你。好啦，关掉，打开。明天是说明台币日麻大赛，我没关注欸，有哪些人啊？有哪些 V？ 其实也没差吧，明天也没我的事，明天也没我的事。哈哈，一二三，六十几个，但我不哦，理解。六十几个哦。他们是拿牌石互打吧？嗨，夏西。嗯，现在没有联动，比较好顾聊天室。有时候因为联动没有聊到，不，没有顾到大家，我也不想要讲什么，不想。我也很抱歉。没有持续一个很多张白板。你要死了吗？不会啊，你有时候都会突然爬起。
教主那个牌位好，真的很甜的，那也是要位得好啊，也要我手摸得到那一张牌啊。分组打，当然要分组打，不然呢，拿来盖房子哦。碰，梦圆安，你是光遇那个梦雨吗？每次想出远门放松，疫情就开始了，好难过、哦。什么？要放掉吗？算了，留着。耳朵是轰炸。请求补血。吃大便。吃大便，是不是故意的？哎，有道理耶。光彦安，小鱼早。哎，我真的好看不习惯，聊天室都好灰哦，你们都没有订阅我，我好难过哦。我连我的板手都是灰的。是不是都不爱我了？没有啦，我看聊天室 ID 清一色都是灰的，灰一色。晚上好，晚上好，小妞安安，谢谢今天小妞带我跑的，我只是穷。啊 ，bug 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里看五颜六色，好好、哦。我发现我还是我色盲了，我分不清楚绿色跟灰色了。完了，我不能画画了。哦、oh, ，杠嘞！看，僕にとっては都合がいいのですが。F 五用啊，按过了。会员是蓝的吗？会员是绿的。惜命，我要补血，我血量不够。惜命补血，力气。你不会是筒子清一色吧？让，这牌可以杀掉西明。
哇，死了死了死了，七名死了。好喂。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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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狠的心，你赶快去绑架其他人去玩啊，快去快去快去去去去做梦，还踢我，不是你站到别人的位置了好吗？我谁都会有踢的好吗？我都会踢人的啊，你第一天认识我。哦，那我得死。等一下哦。我、哦、中了中了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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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要干嘛？我在要干嘛？去吃饭了，好，拜拜，加油。吃饭加油。吴明安安。我只看得到包子，看，看，为什么要打别人的名字在家就打招呼啊？很像是举手啊，手举起来跟你打招呼的感觉，应该是啦。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是从哪里学来的啊。你的包子是什么颜色的？什么的包子？你在开车吗？嗯？你在跟我开车吗？你是不是在跟我开车？对吧？该招手的感觉啦。我就是从繁星台学到这個，我的台吗？这个东西是我看其他人的台学到的、欸，不是学到的、啊，看到的、欸。我有一次在巧克白的伺服器，那个斜线打太长，就被管理员警告，他说今天繁星饶了你，饶你一次，下次不行了哦、喔。我就说哦对不起，我很抱歉。你已经跑了，我牌又不大。好痛，痛的是这个吧？他庄家欸，他更痛。可是你是说因为你被他吃了。改天应该要做一张打日麻用的封面，虽然布布很可爱啦。Oh no days！ 哎呦，哎呦，滚老头！看来。
哦哦哦，好痛哦！推推ドラさん、マンガン、元、ラブさん、推推、本能と本一、好痛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他们都是坏人，不要哭不要哭，不要为了这种人掉眼泪。快结束了，还没啦。那天昨天吗？昨天跟小雨他们打那一场，打到我才快哭出来嘞。我被你们养坏了，你们知道，就是他，而且是打那个打。刚刚那个画面，那天小雨也有发生过。请原谅我，哇！你羞辱我，还要我原谅你，这成何体统啊？我吃饭了吗？我正在吃啊，正在吃得死。那天小雨就说：“哎，等一下，他出现东西。”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按下去九中九排。我说：“小雨，那个是国师无双哎。”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就叫我按下去了啊。”我也想要啊，也要等他来啊。你错了，没事，伤害造成。伤害已然造成。那天我才遇他就关阿哭啊。啊，青菜啦，青菜啦，吃饭啦。没有，我只是单纯的想要按。没有，我只是说那天小雨的状况。因为昨天他的台13个人，凑不了一桌麻将，我就去陪他打，然后团团也进来陪他打。这样子还抽不了一桌，所以伯利的观众进来。哦，然后，因为那个什么。打那个，他那时候打那个打四人东，然后全场都在那个什么一排发一排红中，然后跟段幺九，我就是在翻白眼，我就不要，有点梦想，有点梦想，然后就说可以打修罗吗？我被修罗养坏了，然后我还打修罗。然后他的观众玩了还都不到两番，最多两番而已。然后就被断了什么我的三色同顺还是啊对三色同顺不我三暗课准备四暗课的时候就结束了。哇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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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嗨嗨嗨嗨，安安，你看杜窝梦想家那么关照你，让你有机会，怎么有机会？他
阿美是狠狠的，好不好？你们应该说你们也是狠狠的，好不好？夜猫月安安，前天被断了四次国士，差点过世。哎呦，过世无双，我好幽默、喔，哇，好可惜哟、喔，你差点飞，你可以飞了呢。没了，我很抱歉。前天打疫苗，今天还是快死掉。打第三剂吗？我第三剂要很晚才能打、欸。我11月底才打了第二剂，被断自一射大四级实战课。哇，你的牌太梦想了吧？你怎么敢做啊？你怎么敢做这种恐怖的牌呀、啊，斯巴达？谁？22个月了，哎、欸，就像我的国士无双一样，摸了22把一样，哇！那你下个月就可以国士无双第23次了呢。我想想就很棒。啊，我就想逆一下，对啊，这是要逆啊。哦，37，真正让你寿命少的是人称和一次少9年的9连宝灯，错，我摸国士的速度可能更快。那你就合到国士无双之后，就不准再打开这张牌，这个游戏了，对不对？有做了国士无双后，就不能再做国士无双了。完了，我真的吃不太下饭了、欸，哎。都快死掉了、啊，我是不是快死了？可恶，被补血了。然后北兰，全球只有5个人做成，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最後。吃不下饭可以吃面吗？原本要吃面呢、啊，又临时改成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我想吃饭，我想吃面，要不然炒饭好了。我说看，他、啊、不是说面，一定是这个忘记点。哇哈哈哇哈哈，找一番。
ドラ。鬼吗？没有啦。有时候这个要按一下才会合牌。学到了吗？你学废了吗？说到放假，我可以好好准备出配的东西了。加油，加油，加油！我国是没了，你还敢国？没有，我刚弯下去，我段位按下去，教主，你最近开赐予有兴趣吗？赐予是那个对不对？选一张你不要的那个对不对？那个我还好哎。因为他什么跟什么鬼东西的那些啊，我知道那个就是杠啊，然后什么有的没的我都知道，但是我觉得玩起来就是很奇妙。赐予很适合摸九连，小月安安有吗？如果玩的没摸到怎么办？对啊，我那时候也遇到很多次，就是大家都不要桶子，看到满满的桶子丢在场上，看起来很开，看起来很愉悦。晚上好，刚回家。Hello, hello. 灿灿 ，Hello. 什么啦？啊，关羽哦，关羽。上次氪金是圣诞节哦，什么鬼？上次氪金圣诞节，关羽跟雀魂同时刻，下次新年雀魂跟光遇要同时刻。我的牌都没变过，真的真的真的算了啦，我当善财童子。早知道应该坚持刚刚的这两张先打掉了啊！让，给你。这个画面跟我平时打麻将的感觉一样的，有梦想但是很难实现。不是，是有梦想。我完全不知道梦想什么，我想说至少很快能合牌，小小的牌就好了。没有，完全没有。终于，我们跨出了第一步。来啦，有易安安，阿细。走第二步，阿刚，啊，
ものでいいのです。刚到破音，哎、欸，海底捞月，哇，要刻就是刻他的衣服，跟灰夜姬的衣服，哎、欸，麻烦再按一次开始哦，感谢感谢。我自从前天我的四案客单骑听牌梦，所以我就觉得小牌无法满足我，对不对？就是要和大牌啊，小牌什么的满足不了了。我讲白人，我也可以满足你哦、喔。那个大地之灾，你可能按了，但我看不到，可以按一下吗？可以按一下吗？有在看台听台吗？吃馒头，我馒头吃满了。绵羊好，你那个奶子会被ban哦。其实，哎、欸，五是什么巫女？没看到。没有啊，因为你刚刚那个文字 被自动屏蔽掉，要我帮你解开的。我上次大三元自己睡也没有哭出來，你哭出来哦，来，来我怀里哭哭，是其他的神社，哦哦哦，原来是说这个、啊。没关系，你是其他那边来的，我还是爱你。他换衣服后胸部会变大、欸。但真的感觉绵羊的比较，我没有绵羊啊。他可能就是听到你们在抱怨绵羊讲话太慢了。哦、怎么办？绵羊是哪一个？绿色会抱着洋娃娃的那个啊？那宇安安，哎呦，谁呀？只敢和一排发黑名单哦，怎么办？他是不是要被处刑？你怎么才敢和一排发？你怎么敢和？还很烂啊！不管，还就算再烂啊，我今天要看到是很享受的画面。我不想看那么难看的东西，这就跟香菜一样。
对不起，没有啦，不要理我，我乱说话。自摸三暗刻对不对？一满牌才能合，疯了吧？我自己都做不到了。是进来一起享受玩游戏的，不是进来一起被折磨的好吗？你是说只能合这些吗？疯了吧？那斯巴达，你给我进来！我人一直发抖好不好？为什么要发抖？干！游戏，谢谢你的干。但我的吧，好笑你妈的！好难看，好难看。香菜卷我不想听。你不能在我台说啊，你要去团团的台说啊。跟他说有卖香菜卷哦、喔，还说是炸的哦、喔，炸香菜卷。哇哦，香菜贝的，对，贝的贝的，也是下次直接买给他当礼物好了。你会被杀，跟你讲。哎，不过讲真的，黑蒜真的蛮好吃的。棒蛤，梦想是什么能吃吗？干嘛你想进来杀人哦？嗯哼哼哼等二月十四号就可以了，不用等啊，那就可以给了。为什么要等呢？这么好的东西哪需要等啊？对不对？哦，真的很烦呢、欸，这种牌打什么啦？送你啦。是生化武器不？它就是个危险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存在在世上的东西。好啦，它可以存在在世上，但不可以存在在我的面前，好吗？你这阵子没杀人了，我也好一阵子没杀人了、啊，对不对？我多久没开台了？哦，我打错了。你看到了他的心啊，这张就是不来。我把你 ban 了。不是自己的牌，但也跟着叫了，对不对？
对不对？这就表示你会玩了，铲铲。来了，来哪里啦？哎呦，是要怕啥啦？要三还是四？我没有想过要三要四啦，不要不三不四就好了，没机会了。没有三的，没有三的余地了，没有四的余地了，只能三了。没事啦，1500块，消灾消灾。哎呀。1500拿去拿去啊，拿去拿去。干嘛？你害怕？龙？哦，不是1500，是3000啊！是3000啊！阿威。你想干什么？装粒子天河，来打出来。哎呦，好恐怖哦！哇，那叫恐怖啦！这个画面我好像也曾经发生过。我每次都在喂人家双粒子的啊！没事没事没事。啊，这个画面叔叔看多了，不用怕，不用怕，没事没事，这个我常发生啊，我常喂人，没事没事，不要觉得难过，不要觉得恐怖慌张啊，我们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对啊，你碰人家的牌啊，给人家钱，合情合理吧？你怎么可以拿刀子对人家那个，对不对？你没碰这张牌就没事了啊？不对，还是会有事，你应该也是会打这一张。假设有一天你看到布布在吃香菜，你会做什么？我会说哦，好可爱哦，以后香菜都给你吃，他应该很开心。哎，搞不好布布也不吃香菜啊，对不对？哇，专门给人家一发的欸，这个就没有，这我就不会了是吧？这个也是一技之长欸，专门送一发的哦，谢谢你，谢谢你。欸对耶，你好空哦，我们是打三人马耶。
不要这样，游戏而已啊，心平气和。假如你生气，假如你生气，2、3、4、3、4，好。仰望耶稣。哦，可以不要这样吗？很难打呢。干嘛补血啦？东四局了还补血？你们是不想跟我玩了哦？还期望对手补血？不对，应该打掉这两张哦。娘波，危险，打掉。你干嘛？你刚都双粒子了，你还怎么了？好好好。好我按了哦，是水果。喂，闻到谁？早安，安安 ，Hello，Hello。木木姐有在吗？哇，叫姐了哦，不在，她还没有出现，可能在玩鹅鸭杀吧。很想跟她讲。现在这个年纪，你要谈恋爱也不要谈个远距离的，好好念书啊！如果真的要谈恋爱，也不要谈远距离，让双方都很难过。好久没出现了哦 ，Hello。啊！哇，有机会三色同顺呢！远距离你还好，不是，就是因为他，
怎么说？因为他目前这状况是，我以为昨天他是要传他的照片给我，然后就说好啊，你传给我。然后丢过来是一个男生的照片，我说啊，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就是跟我玩鹅鸭杀的哥哥。我又看了一下，我没兴趣。哦，拉尼，然后就很想跟他说，而且他又在异乡，这就好好念书吧。然后那个男生拍给他还是戴口罩，然后调角度跟穿那个他在 Seven 的那个工作服，我想说。不行哦，不行哦，这种男生好像不是很优哦。我再看一下那个照片。哎、欸，对，他是有特别挑角度的拍，我说很棒啊，但是你年纪真的还太小、啊。我要玩啥啦？啊！如果是这个提前，那真的是 no。对啊，就是他是在游戏上认识对方，阿伟一直跟他讲说网络很危险。真的很危险，他也跟他讲了，他也说好，然后他上一个就真的不到两个月就分手了。我说那在一起干嘛、啊？他说是对方不理他什么之类的。啊，我跟他讲说，啊，你们在一起前你没有感受一下，就是可能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吗？啊，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在不在什么之类的，有没有配合到彼此之间？那你跟我讲说知道了，而且现在嘞，昨天不在聊天室就打说那个哥哥没出现，想他了，对啊。很多奇怪的人，对，我也很奇怪。我刚为什么打这张？哦。哎呀，都是木木啦，他耳牌乱掉了。网恋都是短暂的，哎、欸，也不一定哎、欸。像我姐啊，你看，她跟她这个老公，就是从网路上到结婚。三张了哎、欸，好晕好晕，怎么了？啊，请问怎么了？您怎么晕了？无名小妹妹，你这不确定你要自己设之类的吗？我很想要你手上的牌、欸。无名小朋友，哇，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哇，怎么剩十张了？
连认识很久，够了解了，甚至交往几年都可能这样不不，或者是你，对啊，啊，所以那时候才会说，真的要加他那个 mail， 然后好好开导他。他开导怎么变成这样子？那边干你？什么？我有没有看错？我没有看错！不要逼我，无名！不要逼我，你是在羞辱我！无名，你是在羞辱我！无名，你怎么可以羞辱我？啊！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他暴击了两下，好吗？理解。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想了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不想太多，想一定是我吃了啦，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六六安安，随便说说，哪里忘记了？眼泪藏不住，阿姨你觉得要加电脑？妈哎，哦，你们在场外哦，你们哦，九一二八五哦，我要没爬，有人要打吗？九一二八五，随便说说，干干。哎呀，よし，加加加，还有，还有，干嘛？不是吃个水果，有必要这样子吗？还是我以后要规定英灵幻梦，跟他说，如果你没有二宝牌，不能唬，让我听他讲哆啦尼呀，喵喵，哆啦尼，我说你只能和有二宝牌的，
超坏。啊！你们相信我不想碰的吗？我刚刚没有很想碰，我想说可以等第二第二张西宝。啊！变成这样怎么打？我想问一下，过年是几月几号？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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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等一下哦，诺英安安，你不是你不在家对不对？二月一号，一月三十除夕，哦。你在家？哎呦！我要听到朵拉尼哦，说好的哦。我这样要求人家要太过分，自己也合不到两宝牌啊！我可以帮你杠，我不可以帮你把牌杠大啊！我可以帮你杠杠看，杠杠看。和他，和他，和他，无名背他，好、啊、完了。三色同顺，三色同克。上次你没理我，我没理你什么。然后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讨厌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哪一次？哪一次？哪一次我没理你？你要跟我说呢，这误会，误会要解开呢。掐门哪一次？看，张有鬼，没有。拜托，让我胡。他太恐怖了，我想跑，拜托！无名就是那一张无名，所以我之后都不敢留言了。哪一次啊？靠腰。无名为什么不打五万给我？而且我现在我的聊天室，我看到大家的画面都是灰色的，我现在其实看得有点痛苦。你们想看画面吗？就是靠腰，等一下，等等等打完这一局。我最后一次密你的那天吧，靠！我跟你讲，我现在 DC 最近怪怪的，我连我不止 DC， 我连我的 LINE 都怪怪的，我的 LINE 都要重新开才会看到讯息跳出来。你赖我？你不是赖我说？你不是赖我一张图？我跟你讲说很喜欢吗？啊，就没了啊？怎么啊？不然我要表达什么？你不要把误会搞深哦，我们明明没有怎样，不要让聊天室觉得我们之间怎么了。好，可以让大家看。这边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吧？
就是我现在画面是这样子。哎、欸，那、啊、种截图用的就是哪？这个这边，你们通通都是灰色的，所以我现在。因为我会看绿色跟灰色，这样至少我分段比较好分。那现在全部都是灰色，我现在看起来头很痛，我现在看得很痛苦。对啊，就那天我在测试你，测试我什么？哎、欸，不是哎、欸，我跟你讲一下哦、喔，你那天在五点多 PO 给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伺服器里面我抽不开身，他说什么？心结了。你背景也用黑的吗？我黑的很久啦、啊。哎、欸，不是，我立职这么久了，他、啊、怎么还没轮到我？还是会员后面加贴图，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现在问题是，我快飞了，我是觉得黑色比较不会伤眼睛，对啊，白色太亮了，我眼睛会眯成一团。不谢不谢不谢，画面跑掉了，没有，是因为我还没弄回来。好了好了。我刚刚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好，没有，还好没什么东西，还好没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副受賞全館で内から金を巻き上げられる人なんていません。哦，玉仔加进来了，减一，还是要换造型？有人，好，陈安安。蒙多再按一下，感谢感谢。所以我们真的很好了，我们没吵架，你不要这样，我们没吵架好吗？我们根本就没吵架。没有吵架哪来的和好啊？就有人讲说没有在一起哪来的分手，对不对？这句话更难过吧？我们是没有吵架好吗？诺英乖，我们没有吵架，所以不用和好。没有怎样，不要乱在聊天室乱来哦，很恐怖哎。那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怎么办？我好常第三群例子没有，我好常做不到梦啊！我好想阿杯哦，阿杯在吗？拉勾勾，不要再跟我吵架了好吗？没有吵架，感谢诺英的30块钱。哎，可以不要造谣吗？你这样子我会很想笑哎、欸。诺英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吵架，现在和好了，一定要这样子吗？明明就没有的事情，有时候半夜要不是半夜啊，关台后要拉过去的时候，看到你那边已经在打8888了。啊！啊！哟西，哎呦，吃瓜加晒啦，没有吵架。哦，倒是那时候那个谁，我上个礼拜一直在等那个聊离开台，但是一直等不到他开台。因为有一次他来跟我打招呼，我来不及关麦想跟他打声招呼的时候，他好像不见了。就在等他，想要等他开台跟他道歉。
跟他讲，就等到好像前天他一开台，哇！我第一次看到哎、欸，谢谢，让我看到这画面，谢谢。哈？吃醋了？你最近都不翻我的，翻我的盘靠腰哦。哎，不是哦，你这样子说，我要翻什么牌？我没有在看什么宫廷剧哎，所以你讲这个我不是很懂哎，对不起了。哎，什么时候还要再揪一群人玩那个鹅鸭啊？哎呦，亮亮，那个第四个例子是不是可以剪一下？好啊，116日历，你看打慢一点啊，我要记时间啊，看。好了，我记好时间了。好，就是晚上皇上哦，卷。选一个女生晚上拍手，对不对？志刚善聊很容易出现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剪一下的啊。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如果来八的话，打掉听牌哦，碎啦。那今天没有开台哦，没有想要开吗？想不开，我不想开吗？想不开。给我啦！要出来啦！十点开哦，好啊。哎，那我们开到十点啊，啊，我们去诺英台哦，啊。我又中了李宝牌吗？哈？怎么那么大？为什么？怎么会？你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宝牌哦，好吧。你是不是想杀人啊？看不出来吗？刚刚跟诺英吵架和好了，懂吗？那、啊、这一张我们吵架啊，诺英小心点啊！零，干啦什么？没有啦，是我原本就在今天没有想开太晚啊。我最近其实状况有点惨。就是有时候我开台的记忆完全会不见，像昨天跟团团玩的记忆，我也是昨天补昨天的记录档，我才想到哦，我们昨天在干嘛，就是我就真的很像在，你怎么那么过分？哎、欸，真的中了哎、欸！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で。哇！
好有精华的一场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这三位陪我，嗯，有精华喽，有精华喽。我不过分吧？之前也被打飞，不是？我怎么知道刚到李宝牌？我对你很好吧？我对你不错啊，等一下会上精华哎、欸。看来今天不适合打牌，没事啦，可以啦，可以打。今天是有精华的一集了。来，狐狸，遮一下脸。可惜没有累积到，对啊。输了我反而跑去别人家。来，狐狸，表情。哈哈哈，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欸，可爱到想背了他、欸，我是不是太坏了？哎、欸，有机会哦。没机会了。场外修罗33967。欸、我也想去加那个日麻的 DC 群，好多贴图可以用哦、喔，这样我就不用在这边上传贴图了，对不对？逻辑大师，东一局就飞了，没有哦、喔，我们撑到了东二，好不好？其实是东二局，好吗？才没有东一局飞嘞，想骗我？阿兵安安。哈，现在才9:19哦，怎么会这样子？我已经快10了哎、欸。我有个大台的日麻群，大台日麻群没有，我是想加官方的。我刚想说合牌了，那我双手举高，发生，哎、欸，怎么会那么大？吓到我了。官方有日麻群吗？我不知道欸，那时候我的群组其实有贴很多有丢很多那个日麻的我截的图啦，就是我自己本身有的角色然后拿来截图。欸，这图好像比较大欸。欸，不对，我就算这么大丢下去也是会被缩小。然后就其实我的 DC 群除非有一些很好笑的，然后才跟他们要照片，就是像他有一张，哎、欸，我忘了是女的吗？然后那个030的那张脸，木木姐还是没来，应该没有办法用电脑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加大哥的 DC 群吗？我没有对外公开，这个是私人群，所以抱歉，而且我不是大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七夕？什么七夕？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他是男的吧？好啦，男的。就每次你们贴那张图，我会笑很开心的那个人啊。没救了，对，没救了，惨了，这没救了。贼男的有一只角色很丑，直接说很丑。我找一下我有没有存他的图，因为其实丑的图我不会留在我的资料夹里面太久。
我没拿。哎、欸、有哎、欸，我居然还会存着哦，来不及，我懒得删吧。这张。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ロン。你好，一直断幺九而已哦。难看，不是满贯，是难堪。无理，难堪，干，欠打，欠打出鸡蛋。难堪，给我爬，给我爬，给我爬。我想换了，没志气的人。红灯力气，哎呦，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不行，这太香了，我受不了了。但我内心戏真的很多，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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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抹茶是网红哦，怎么大家都在打招呼？网红吗？网红安安，不网红啊，抹茶安安，成为梦想家吧？没有啦，不可能国了，都已经碰下去，国屁呀！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ロン。快点，害羞，害羞。哦，狐狸真的很可爱。漆没了，我知道啊，白板早就没了啊，所以没办法啊。看，最後の注意で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啊，这也没了哎、欸，我听屁呀、啊！天哪、啊！
天哪、啊，算了啦，丢了丢了丢了，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要丢个西出去给他夹塞。你是干好玩好玩的哦，北西哦。噔噔噔噔噔噔。大家按七十五都在，怎么了嘛？啊，木木不在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哎呦，这是怎样？我会生气哦！不要ban我，做不到。你要问问我的右手。哎呦！我那个会员音乐是啥？格斗宝贝啊！格斗宝贝。没戏啊！没戏啊！格斗宝贝我也用了五六年了呢。立即。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打架？怎么了？要怎么打？你说不要 ban 我就很想动手 ban 啊，动打不动，动打不动，
没有，其实刚刚那个讲我那个的，他已经是累犯了。所以说，杀了他，杀了他。为啥有人背300？哦，300，他不乖啊，他坏坏，他学坏，在我的台上骂脏话。因为他在我的台上说了不能说的脏话。大个头啊，大！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你被杀了！国你妈的国！哇，我这个讲话声音好特别哦！国你妈的国！蓝蓝蓝蓝换账号了、哦。哎呦等等。哎呦。卡祖迪啊。干嘛问号怎么了，你们这也太延迟了吧。太延迟了。其实蛮好听的，你有。我跟你讲你可以买这个啊，这个不到十几块钱而已。啊这个其实。是真的用来调声音的啊，就唱歌前其实吹一下卡祖笛真的有用欸。要不要来一首，一首什么？你打简点简会被 ban 哦，我警告你哦，不是我警告你，不要说我没警告你哦。不简点简啊，简空白简也算是啊。小鱼在的话，还不 ban 了你。要吃吗？吃啦，再玩一下啦。欸碎啦，我们又多了几个牌可以玩。所以是柯南吗？是啊。你刚找卡主题来，哪个 YouTube 的音乐在播卡主题呢？嗯，奇怪了。好奇怪哦。我的三色而已，我没有梦想好吗？梦想看都东市了好吗？理解。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哎呀！哎呀！看到没有？狐狸下去吧，没啊！感谢狐狸，
哇，你才刚来就抢到了、喔。啊，你们在看音乐台吗，蓝蓝？还是两边都看？太狠了啊！就说最后做一下梦啊，对不对？可惜不是大三元。场外95922次雨，五加十秒，哇，这么短哦！赶火车。太便宜你了，我还有多嘞，他真的太便宜了，那时候只是买沙林那些来玩，就发现有卡祖笛，哪一个才十几块钱，一二啊，三四五六，六张不错。阿伯来给你，阿伯，阿伯不在。啊，要求啊，作业也蛮开心啊。啊，要求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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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竟然先打的是这张牌，有意思。打掉，你进来就顶。不是，我很想跟你打，怎么我消费你？今天还没看到国士无双哎、欸，今天还没有国士无双出现，你受伤屁呀、啊？你是坚强的小杯杯呢？小杯杯，啊，你真的受伤了哦。那请问三秒交还是 AB 交你的了吗？你的心就像玻璃一样脆弱，那玻璃很尖锐吗？尖锐。七。嗯。Boom。目前看到的，对，就像泡芙有两个一样。有宝可梦的泡芙跟日麻的泡芙，来一场特殊的四个人一局，三加五其实1000点，你谁先断腰谁先赢吗？我试过在一个台见到五个自己，我觉得最容易撞名的也有，还有谁？夜猫。等一下哦，我应该已经有三只夜猫了吧？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应该说有三个夜猫啊，其中一个是你。我说最容易撞名的这种名字，决斗吧？哎、欸，不对，你离职了。不对耶，不对耶，你听什么？来吧，你一拳我一拳。自摸。阿贝，国师无双耶，阿贝。阿贝，出来了，出来了！一万六的国士无双，阿贝还在吗？小贝贝还在吗？拜拜，没事啊，阿贝我开到十点。羞辱你直到十点而已。缺一个一击，干嘛？只有一击能玩的场哦。小鸡鸡吗？没啊，你要去睡了。好，晚安。我怎么常常炸？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只是打牌、摸牌。啊，怎么就飞了？啊，奇怪！啊，人家可以海底捞月、河底摸鱼，啊，我怎么就不行？啊，奇怪了！怎么人家可以，啊，我就不行？啊，奇怪好，每日看一次国士无双，然后打勾。噔噔噔。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那第一场我赢了，那么爽哦、喔！就一局吗？哦，对哦，一千块而已、欸，这样好像也不错哎、欸，下次来玩呢、啊。可是马上飞耶、欸，马上飞感觉对一些抢进来的不太好。下礼拜要打疫苗，希望能平安度过。哇塞，你每个牌都这么大的哦、喔，你好夸张哦，你好夸张哦，金呀，国跟国十三有什么差别？有啊，差很大哎、欸，不是差不用钱哦，抱歉，分数就不一样了啊，再加上成就感。你懂吗？你想开车齁？啊，我都已经开车了，你还我怎么会说想？我已经开车了。噗噗。总之十三面的话，你要每张都，反正国师无双就是你自己都要摸进来啊。那十三面的话，是你十三张都要拥有啊，多难啊！干看台欠边，
欠编。欠打。看。交出你的兔子。把兔子交出来。交出那只可爱的兔子。交出来。对，给我变。哦哦哦哦哦哦，这场的都好凶，这场的就凶巴巴。瞧瞧我这种小鸡鸡牌。啊，还要执着吗？干，哈哈，干，我干了，干在牌面上。完了，就只有一排发，好丑，好丑，好丑！祝你能摸鱼。好丑哦！一千块怎么那么丑？我的酒桶呢？这兔子的尾巴掉下来是不是？怎么一颗在这边？啊，怎么就跑在这边？哇！没中。果你娘啦，一呀二三四五，哎，六还差不多哎。对不起，我道歉。我不爱口口声声都你娘你娘的，太难听了。你爸。我是你爸，去卖火柴。怎么脏话又开始跑出来了？打嘴巴，打嘴巴。口口声声都在问候您家长辈，对啊，不应该，长嘴长嘴。哎，我是正在打嘴巴哦。只是打得比较小力，我怕会痛。我怕痛。大餐耶！玩具。我房间打到房间的东西啊？什么意思？我房间的打到繁星东西哦。哇，你们那么会打、哦。我是不是应该要打这张？文老头比较好啊，没差哈。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我今天发现一件我很不爽的事情是，我家人。拿我的吊床去给小孩子玩，因为我就跟他讲说，给他用躺的，他拿去当那个秋千在荡，他自己也跟我说，什么叫我不要让他们躺，啊，如果那时候我跌倒什么勾的话，怎么对得起那个我弟跟我弟他老婆？而且我今天睡醒的时候发现，他们就在那个把我的吊床搬到楼下去。然后
然后就是在当荡秋千在玩，然后他把我那个床，就是你知道在弹簧床上面跳跳跳，不是会跳到那个变形凹下去吗？然后的那个吊床就是躺的地方已经陷下去了。我说你这样睡觉会驼背，他就说我现在很不爽。哦，东四出来抢房间哦，白痴哦，我就很不爽啊，双标成这样，我就跟他讲说，对啊，你现在这个行为跟之前外婆家的小孩子有什么差别？因为之前我外婆家的小孩就是太放，就是太宠溺了，太溺爱了。要什么就给什么。俊、夏、Tom、Toy Toy、本一、ハネマン、タンヤオ、ドラ。我要问候老爸妈了啊！感谢刚好结束，好吧？我想说指点前关，看来你们那么有诚心啊，那么有心想要跟我打，那等一下这打完再加一局吧。你攻速会太快，什么意思？哦，你速攻哦，然后我攻速，攻速点太快，那降一点啊。安安 ，Hello。我怎么感觉阿贝还在台里面呢、啊？阿贝，叫魂呐、喔！也不给人睡呀、啊！我模仿他的语气。我才不会上当。传奇梦想家在吗？还没，还不在。没有，其实他真的是会玩，那只是那时候他在，我也想陪他玩国师无双。那他带给我们满满的欢乐哎。没有他，我的实况台怎么办？没人要看。这次漂亮，什么漂亮啊？对，刚刚加兔窝新会员的，如果有兴趣加入兔窝的 DC 跟赖群，可以私讯粉专，那会有小帮手拉你进，先进赖群。那如果对 DC 群有兴趣的话，可以从赖群里面找到 DC 群的网址，就可以进到赖群，不 DC 群里面。那 DC 群里面就是有一堆神经病在打麻将，哎，没错，就是神经病。没听错，就是神经病、诗人神、基因精、播音病啊！神经病，我们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梦想家，笔画差不多啦，
不用计较那么多。那我们兔窝梦想家啊，难听一点叫做兔窝神经病。人家神经病。晚上好，晚上好。啊，如果喜欢打麻将啊，又很关注我很久啊，想进入进不进入来想加 DC 赖群的话啊，可以赞助我一下啊，你们就可以跟那群神经病一起嗨。我觉得很猛欸，常常怎么刚睡醒都会看到啊，什么东西灰月姬有新造型的。然后哦，剪片剪一剪啊，怎么刚睡醒就看到这一手消息？我打到恍神欸，不好意思，我现在的画面其实不在麻将桌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眼前在庙会，就是日本的那种就是穿着浴袍浴衣，不是浴袍浴衣啦，然后在那个庙会上面，官方都12点更新哦，而且会动。对啊，我想说每次我醒来暖机都要暖快一个小时，突然看到说会动的灰夜机，我就整个醒来了。然后就开始剪片了。欸，十点整了欸，好会抓时间哦。好啦，最后一场哦。感谢感谢感谢。信啊，信，不好意思，信，你输了。信，你输了。这次没有火鼠欸。没事 ，QQ。好，信现在有让你决定权，要不要按下这个投降按钮？没事，你玩，你玩，真的不痛，教主你玩吧，不用顾虑我。今天木木姐不会来，不会啦，以后都不会来了。没事啊，等我下次精神好一点再开到开久一点。我今天状况真的比较差，最近状况比较差一点啊，就也想出去就是走走啊，可是疫情开始就好烦。你今天光 IT 好，谢谢无名。哦。真的没事啦，已经习惯了。嗯，我想也是啦。你想情绪勒索我没用。刚刚诺英要情，刚刚如果成功的话，诺英早就成功了，好吗？不要制造心结，对吧？你们就没吵架？哈哈，来说，我以为你不理我了，之后就不敢敲你了。我的天哪，这个超情绪勒索的哎、欸！我一定要大声念我们的那个对话最后的记录。他就丢了一张那个诱因的图，然后丢给我之后，我说喜欢叉 D， 然后就没下文了。是他已读我、哦，不是我太难聊哦，别爆料。我明明就没怎样，他们情绪勒索我。我觉得是他太累了啦，想要找人撒娇。而且他那段时间是下午5点欸，我一定是在宝可那个啊那块伺服器里面玩啊。欸，我都封顶了欸。
我等级都满了哎、欸。哎、欸，不得不说，打将打那个杜布林经验真的太好练了，而且那边小猪布林又生得多，然后他们血量又真的很少啊。哎、欸，我怎么还没糊？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疫情很烦啊，想出就没办法。对啊。哎、欸，不是哎、欸，我这样就没端幺九了哎、欸。我辛辛苦苦打出要求牌，啊就变这样子，什么意思？屠杀朱布林，哎、欸，我从47等练到。哎、欸，你想一下哎、欸，你怎么可以跑？哦，还好，最后一场了，要来那么刺激了吗？哇，朵拉娜娜。难过，你手上有90000，我知道。我刚想说怎么变这样子，哎、欸。哎、欸，不是你，你分两个会员订阅我会比较赚吗？没有呢，安打错了，有打到蛛王吗？没有，那是蛛王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我看从47打到50，要打多少只的？感谢懒懒的会员，哎、啊，你还要再进一次会员吗？进一次赖群吗？是可以的哦。你想进来，可以再进来一次哦。两个都可以有包子。好，你开心，我也开心。你需要全部再说一次吗？哪一句？感谢懒懒的会员，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粉专哦。有你认识的人会拉你进群哦，有你认识的人会拉你进群哦。感谢安安，安安。八八。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哦，怎么准？对啊，任务打三只蛛王欸，而且蛛王会掉他们说的一个专属头盔，可是就是没有遇到啊。哦，懒懒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场上一个都没有哎、欸，好猛哦、喔。有人在试安克，天牌，怎么都要讲试安克，现在就很凶，下班了，安安，安安下班了。哎、欸，我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一二三，木头人，再不表白天就要黑了。我真的很想问，你是害羞还是太迟钝？我数一二三，木头人。哦，我也是希望我今年，应该说过年左右可以出商品，过年后啦，希望啦。因为也该出了啦，不然，可是烦是烦在不想去摆摊，摆摊好累，摆一次摊都会长三颗痘痘，然后。那通贩的话又有点，也有点累，就自己包货送货这样。晚点还要研究一下那个 iPhone 的那个，之前可以就是输入东西就直接刷条嘛，就是印一大堆东西出来给我贴就好了。哎。可以用卡祖笛吹黑靠腰哦？你怎么可以给那么多钱？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办法？你为什么有钱？你要我死哦？我想一下哦。好维是什么？巴洛克吗？因为高音的话，就表示你要自己本身也要是唱高音，所以卡祖笛就是要呼的时候让你自己哼到高音。而且我发现有些尾音是不是麦克风没吃到啊？你快乐屁哦！哇，都一千一千的呢，一万一万的呢。闷干。ドラにドラ。闷干。チートイドラ四。哇，海鸟好可怜哦。我们今天 boss 运气不是很好。负一九千五，手气好差，真的。哎，看到小燕了，好啦，好啦，我们哎，好 boss。创建房间，只跟二十个人说拜拜哦。添加电脑，然后这边比较好踢。四五哎，三四六八七。来，小燕拜拜，音影月拜拜。有冠良拜拜。利恩拜拜，好开多一点啊！狐狸拜拜，星拜拜，六了！我等一下进 DC 扁人哦！啊，打感觉大家关了是不是？那我关掉了哦。好，夜风拜拜，关十个好了，还差三个名额，这不算。光之系列，拜拜。
啊，不然了啦，人家都关掉了。好，聊天室的各位，大家拜拜啦，我们去诺音的台咯。有两个人的啊，这个是诺音的台。哎呦，怎么是鬼的游戏？这是诺音。版权。然后，等一下，这个是谁啊？对耶，他们今天有开台。太好了。那这个是 UFO， 有三个台。那 UFO 是最近我常在D的台，他声音好好听哦。啊，还有那个嘞，跑哪去了？古灵呢？哦，古灵在这里。那这是那这个是古灵。好，杰克也有开，我知道有开啊。啊，他们的话你们都认识啊，我当然介绍一些你们不认识的啊。那这三个的台啊，乖一点哦，不要咬来咬去哦。那大家晚安，拜拜。UFO 真的赞，对呀、啊，又会画画，又会玩音梗，声音又好听。哦，对呢，摩卡，好，最后一个摩卡好不好？太多人了啦，想分享的太多人了，你们没办法。他说他爱骂人呐、啊，你们要，这是摩卡，最后一个是摩卡啊，他现在在骂人，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去给他骂。好，拜拜。